要吃小菜。你有想要吃吗？第一个选项。今天第一站来吃吉吉很有名的八张牛肉面，然后今天是平日，可是人很多。然后我们点了牛肉面跟阳春面，然后还有卤味。面，卤味，然后猪血跟肠子，猪血肠肠，干的阳春面，准备开吃啦。他们家这个面啊，应该是自己做的，就是粗粗的，很好吃。然后他这个肉燥的酱，就是咸香度刚刚好。然后牛肉面的部分啊，也是很棒。它的汤头就是豆瓣酱的味道比较重一点，然后搭配它的那个酸菜，味道刚刚好。牛肉的部分大块，然后入口即化，表现都很棒。然后它这个汤啊，用料可以看到非常丰富。没有在糊弄人的汤头的味道比较淡，清淡一点点，然后猪血是口味比较淡一点点，我觉得整体表现还算可以，可能是它应该是要让你自己加胡椒粉之类的，就是自己斟酌那个味道。然后卤味的部分也很好吃，就是不需要沾辣酱就很好吃，但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，也是可以沾辣油啦。晃晃看到外面有一间水里老蛋和社分店的臭豆腐，他七点就打烊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买。因为我们买回来放了一下子，所以它已经冷掉了，不过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。它热热的时候是应该真的很脆，它现在是还保有那个 juicy 的口感，我觉得表现还不错。漂亮哎！昨天晚上不是买了那个水里老蛋吗的和色分店，然后我们现在开来水里吃本店。我们点了一个麻酱面，小
然后谢谢，然后还有一份臭豆腐，我们昨天算已经吃了，不过我们吃的是冷掉的，今天想要再来吃一个热乎乎的。热热的，就是酥脆度有出来，很好吃。